女比男长寿五关键原因。女性为何比男性长寿一直是各界关注的话题。对此，有多名医师指出，女性在生理、行为、饮食、情绪和面对疾病的选择等关键因素上，都比男性更有优势，进而造成女比男长寿的客观事实。心脏病专家席格医师 Dr. Robert Siegel 表示，雌激素让女性先天就比男性有优势。雌激素能扩张血管和维持血管健康，在改善血液流动同时又能降低动脉粥状硬化风险，且雌激素有降低坏胆固醇与提升好的高密度胆固醇、减少发炎特性、降低心脏病、中风等重大死因几率。芝加哥国际心脏科医师伍普鲁里 Rohit Vupluri 也说，男性更容易有抽烟、饮酒、吸毒和不良饮食等习惯，增加心血管疾病与糖尿病在内等多种慢性病风险。此外，男性往往比女性从事更危险工作，或在驾驶时做出更多鲁莽行为，导致寿命缩短。营养师加西亚·布兰卡·加西亚强调，良好与营养丰富的饮食以及维持足够的运动是延长寿命关键。有研究表示，女性在饮食和运动上都比男性更健康，不过男性如果维持同样习惯，寿命就可能比女性长。心理学家列夫 Abigail Lab 则从社会面切入，指出男性面对来自社会的压力更倾向压抑负面情绪，相反的，女性会透过比男性更庞大的社交圈来应对。心理健康会反映在睡眠、心血管数值和免疫系统，进而影响生理的健康状态。伍普鲁里在最后补充，男性面对疾病或可能的健康问题，比较不会寻求医疗协助，例如遇到胸痛或呼吸急促，男性更常把这视为会没事的小症状，错失治疗机会。研究更发现，男性比女性更不遵守医师的医疗建议，造成不可逆的健康危害。健康生活编辑部，谢谢收看。健康生活关心您的生活健康，请订阅、点赞及转传。